进野区，往野区里边走来。全军出击！兄弟姐妹们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们跟你玩个游戏呀，我真是操了你的妈呀，哎呀气死我了，真的。那有布龙不往野区走，你这老碰这种人是真没办法，真是很讨人厌，也不配合你，你说，然后也不知道干啥呢？那你说你到底想不想赢这游戏呢？那你到底为什么来玩这场游戏呢？你到底想不想赢呢？你说。干哈呢？酒桶。酒桶行，还等我。你那扣怎么空的，大哥呀？哎呀，那人家都站那儿打，都没动，他那扣都能空了。拿我双 buff， 这酒桶绝对没打河蟹，我们就把蟹打了。挺能抢啊，这老光头啊，别的不说，抢是真能抢啊。下一波我们必须得留技能啊。我把你中路线给你吃了。咱不过分好吧，吃一波。这波去下路，看看能不能先把德莱文给害死。就杀的塞纳不行的，板砖空了算了吧，那就别上了。我戳。哎，我还就那个惩戒，我让你他妈点。兄弟姐妹们，和我并肩作战。捅着空了，你怎么跟我打呀？
300块，把针眼拿了。呀，还有助攻呢，可以啊，这个助攻还是可以的。等一下酒桶啊，他酒桶指定得过来打蓝，我们在这等他。德玛西亚永世长存，差不多到点了。拜拜，这不能打了啊，这小驴人哪来的？这人有点多呀，这看来是哪个地方有眼儿，看来是哪个地方他有眼儿。我那个针眼排了，不应该有眼儿啊？怎么会有眼儿的呢？换个扫描。我估计应该是在这里，或者是这里，它有个眼儿。红没了，没关系，吃点经验，升个六级，去九等红。酒桶敢过来啊，直接把他杀了，这波不交技能。来波种族，把这小驴人给杀了。哎，好一闪。这回的双 buff 是我的了，可以啊。来波野去压制吧，清他两波野，然后我们去把蟹打了，蟹打完我们去打那个峡谷先锋，峡谷先锋打完去回家，然后去下路把下路的龙给拿了。别怕，我来了，我就知道他要 eat， 所以我们呢预判一下这个 EQ 的位置，别空了，空了容易打不死。好，这波把峡谷打了，见得慌啊！这是，来，来，阿六搁这耗，我他妈看你去不去中路，来，好小伙子，你就贱啊，你等着的，你就贱，我今天不住你中路，我就不叫蓝莲汉，小伙子。我要你接，
看有没有针眼啊，我绕着小绿人一会儿往中绕。我今天必蹲死他，我今天必蹲死你，你看着的，我他妈不把你给蹲死。可以，你还敢野打野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不拆了，别拆了。那不行，那我得拆一脚。你别拆呀，你拆了，俺们俩不好蹲他了吗？对不对？你拆了多不好蹲呢。好闪，别怕，可以上。你还敢放E技能？不用你杀一个人，感觉自己挺美的啊！我跟你说，用不着。你今天就别想活着从我手里出去，你干哈呢？你跟我打，这咋这么疼呢？打人不对呀，这怎么打人这么疼？什么玩意儿打我这么疼？这没有征服者，果然这持续的战斗能力确实是不太行。亚索应该没啥伤害呀，我这一个小旗儿一插60多点护甲，往下路走一波。哟，我上来，哟，你就像你能打得过我似的。哦，兜，我还补个车，哎。我还补个怪，哟，哎耶，哎呀，回家了，你给我打死他！上当了，小驴人来了。
你给我打死他。我有感觉到小驴人可能要来，我们记着点他闪现啊，他是16分钟左右放的闪现，那么他应该是22分钟耗，对吧？记着点啊。哎，不是20，16加21啊，他应该21分钟，记着点啊，21分钟他的闪现耗，我们下回就别狼了。Q 来跑，装啥呢？装啥呢，兄弟？你在装什么？谁来军戴瑞了？来军戴瑞了！躲着点啊！你。走，哦，这一套不解释连招啊！走，小驴人肯定是来了。哇，这能多大呀？你都打不过这符文法师吧？哎呦，太狠了，符文法师没白养啊！太狠了，符文法师太狠了吧！太幼了，这大光头。带链吧，带个屁链，带链还带链呢？怎么抠的那抠歪了，还带链呢？小驴人，别让我找着你。别让我找到你，明白没？好 Q。不能上了，这在这等啊！不好去呀、啊，这拿谁红呢？就这还想拿红呢？拿谁红呢？跟谁俩呢？我告诉你，我这野区东西你一个你也别吃，风水轮流转，明没明白？一开始你逼逼我，我让你逼逼，我让你玩儿。十级的酒桶了，要杀我呀！
啊？拖。一出二练，他闪现好了啊！这个小驴人，下波不能直接框他了，或者我们直接框他，把他闪打出来也行。杀我啊，闪没了啊，下边直接框他，你这晕住他，把亚索先杀了。死就死吧，我们这皇子这种英雄啊，就是炮灰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得死。这个英雄进去就出不来，除非你一身的肉装出的特别肉，那行。我死就死吧，来个春哥，避免一下我们的这个继续的死亡。下边的小驴人，我们继续框他。15级光头打11级的小驴人，看见没？得罪我就是这个下场。嗯，看见这个小驴人有多惨没？以后我看谁还敢惹我。这个小驴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看见这小驴人没？看见我打的没有？看见没？嘿！敢惹我？酒桶干啥呢？他怎么得罪你了？他自己中路线不收，跑过来阻止我打峡谷先锋，那能行吗？那肯定是不行啊！个中路不好好的，中路收线的，跑过来阻止打野，在这打。这是你能惹得了的人吗？不知道为什么我选上单就一直选不到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玩上路的人太多了。走，救救光头。符文法师可是16级，我们赶紧过来救救他。这也就是我没 EQ 着，这德莱文我都没记得他，我都把蓝给他了。本来这波不应该给他的，我还是太善良了，我就是心远了，善良了，蓝脸汉。亚索是吧？你说一个上来都不配合你的一个人都不配合你，你能给他东西吗？那肯定是不能，对不对？
这不就这不都给他了，心远了的确是。看看这波能不能打，能打嘞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先插着牙锁，再戳塞纳，平 A 平 A W A 键，天王盖地虎！打不死，算了，来一波，戳他一刀。小驴人活了，小驴人活了，我跟你说，小驴人可是活了啊！小驴人，杀杰斯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我错，拜拜，开大。哇呼！这家伙，嗯，来个骑士之士吧，没啥用啊。有没有冷却缩减的装备？钢铁烈阳之匣不行，来个饥渴的聚合。18818，挺好的吗？我要发呀！我这一看呢，18818。无法救你啊，兄弟，这也太难救了吧。咦，哼，他俩害怕了，不敢推了。哎，我又过来了啊，这里怎么会有眼儿呢？不对吧？哎，刚才我扫，哎，那塞纳不是放完眼没了吗？被我排了呀，他没有又放啊，我没看见他又放眼啊。你跟我打，小伙子，兄弟，这救不了了啊！这上车！哎呦，这个车我要上了，劫他们！那小绿人，救救救救兄弟们！没事，推基地吧，问题不大，让他们杀。有没有那烧烧粉那味儿了？没错，我就是沈阳首富。